乐团来那么多人干嘛？是北七乐团，北七啊，北七乐团，白痴乐团，不一样，不得了，这乐团，北七乐团，来哦，今天我们是，哎呦，我跟你先主持哈，好，来就位。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浪费时间。马上来，好快进入。艾辰，你会不会在那边哭太紧？有一点点。好紧张，准备了。哎呦，好紧张啊！来喽。怎么了？你口齿要清晰哦。请听哦。以下哪些东西是可以吹的？可以吹的，可以吹的。比如说喇叭、八、笛子，可以。会有可能有这种吗？箫。也可以吹啊，有点别的例子吗？我比较常接触的，因为你是音乐人，音乐人，对，而且我都是管乐，弦乐，管乐，准备哦，什么东西可以用吹的？好紧张，口哨，哨子面，嫂子，嫂子，唢呐，锁头，锁头，秃头，秃头，喇叭，喇叭，小喇叭，小喇叭，萨克斯风，萨克斯风，谢迪。规则呀！可不可以不要用？你给我来，第一个。
变麻变麻。你在前面多厉害！第二个，第一个，找小月弟哦。好，第一个是好的。可以吹的东西，可以吹哈。长笛，长笛，可以。开落笛，哎，陶笛，哎，气球，哎，蜡烛。那叫那个东西可以吹吗？来，拿个蜡烛给他吹开。吹蜡烛呢？蜡烛可以吹，又不是说点蜡烛，是过生日叫吹蜡烛。对，蜡烛可以吹吗？不能吹啊，很争议。我觉得蜡烛很争议啊，蜡烛很争议。但是你点着火，你能吹它，吹熄它。有的吹蜡烛。我刚讲的横笛、竖笛、陶笛、喇叭。萨克斯风都是可以吹的，蜡烛是用来照明的，不是用来吹的。对，可是如果说吹出声音的话，吹出声音，对，这个有点声音啊，吹出声音才不行啊。没有关系，可以吹的太多了。眼睛也可以吹啊，对，对，眼睛也要吹啊。要吹林正英，到时候去找林正英来。站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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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好。圈的啊，圈的，我错，这边是蜡烛可以吹的，小优你上一条命，那你为什么一条命？我就要过来，一条命，你迟早要动刀，一条命，我就一条命好了，老弟啊，往前哦，现在两条命都出局了，节目时间有限，换题，来换位置，要换位置，前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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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站好！很快，很快就死了啊！来喽，有壳的东西，有壳的，有龙虾壳，虾壳，甲壳类的都是有壳的。哎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乌龟不一定，乌龟叫甲壳类。蜗牛吗？懂意思吗？蜗牛 ，OK。来喽，蜗牛，蜗牛，哎的，吹牛，吹牛，哎，哦，有人找他，什么东西呀？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他被他手抖了。还灰？对，紧张嘛，人家会紧张嘛。你说你空间太小，蛮宽的，好不好？空间太小，怎么？你都在前面呐，你卡住了，毁容了。往前。哎，你胸部已经顶到我了。哇塞，你在，你在主持。他跟你跟我一样，小英我跟你一样。是出题的态度要公正，不是，我是做这么好的事情。今天太多，你都挤来挤去，准备啊！过鱼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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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鱼，华美啊！没有，他成功并且你看，为了打字还这么辛苦，所以站不稳。所以是因高跟鞋站不稳吗？他刚刚几条命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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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锅鱼啦，五锅鱼，五锅鱼，五锅有鳞片，有鳞片，没有壳。我第一次被弹呢，第一次被弹，对啊，对啊，等下有第二次。邻居投诉啊，对吧？玩那游戏警察就来领检了。好，来，准备，往前，有壳的东西，往前，往前，来哦，乌龟鱼，寄居蟹，大闸蟹，好，小心点哦！来，准备哦！可以，要换
干脆早点让他死。对对对，我可以只伤害人，他效果也不好。对，来，准备哦，寄居蟹，哎，大闸蟹，鲍鱼，鲍鱼，好，鲍鱼好在好在，他们在叫什么？在那边。鲍鱼有壳，鲍鱼怎么没壳？有壳，鲍鱼有壳。在日本啊，那个鲍鱼啊，直接是活鲍下去做那个铁板烧的。哇，真的。它那壳在下面，然后呢就看到鲍鱼这样直接熟。哇，然后会出水，会出水。吃过活的啊？我们是没吃过。我们吃都快不到自己。吃鲍鱼没有死鲍啊？假的，真的假的？你有没有看过鲍鱼出水的？有出水鲍鱼。有，他常吃。吃不起鲍鱼啊！再摸吗？再摸，是假鲍鱼。两条命的出局，曹雅文来。出局了，出局了。阿九，和局出过来，哇，都出局了。第二次，第二次就出局，又出局了。黄头，一个一个来。太多了，哇，这个鲍鱼搞死了，真的。Peter， 哇耶，哇哇 ，Peter 也出局了。小优，阿九。都是鲍鱼，我真的比较少吃鲍鱼。白嘉琪，哇塞，一个鲍鱼死光了。还谁？小优黑的，啊，其他的一条命啊。哇，哇，超厉害！第一个白，第一个白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。哇，哎，小心爱沉哦，小心爱沉哦。你们累，集合白，沉你没有起来，爱沉哦。哎，其实他爱沉了。准备。有壳的吗？有壳的东西。不行，我不知道。大闸蟹，鲍鱼。包青天，牡蛎，牡蛎，蛤蜊，黄金比例，黄金虾，黄金虾，虾底有壳，虾底虾底虾底，黄金虾有壳啊，黄金有壳，对啊对啊，虾都有壳，黄金蚬，黄金蚬，蚬有有有，蚬有壳，黄金虾也有黄金蚬，黄金蚬也是有壳的，都有壳啊，啊。哎，反正流满头大汗呀！好酷啊！哦，那几张啊？热成这样。哦。换题目。换题目。因为这有壳东西太容易。来，陈哥又。以下是哪些是臭的？来哦，口臭。口臭臭的。跳快一点。狐臭。不臭。胡瓜。胡瓜不臭。榴莲。榴莲倒臭。春联。硫磺。硫磺臭，臭臭。哎，干嘛听我讲？你干嘛一直打你？你们打谁呀？打谁呀？他讲什么？你跳的。他在听我的话。我的笑，好无聊。你心态好好哎。我觉得。我觉得每一个加一个评论蛮好，这怎么不错？哎，不要不行，不要叫，不要叫。臭的东西，榴莲、硫磺、春联、牛粪、酒粪、馊水、汽水、矿泉水、化粪水。我没有很快，其实两个 OK 的。汽水、矿泉水，矿泉水都不臭了。为什么？你们两个到底？你干嘛选我跳过来？你真的好快！哇！因为我的矿泉水放车上。米格白终于跟错人了。跟错人。哇！像我们一条人啊。啊！陈哥赢了。我们来玩一个特别，我来点名。来，米格白留着，你们先休息。这么厉害哦！来，那个小妖王头。小优啦，小优，啊，白嘉琪，干嘛？全部都笨女生，别版，就你们五个，来，全部都笨，全部都女的，你说全部都笨？男男都没有，你超不行。哦，我不是，我是聪明的，再问这一题。我们是找聪明的去啊。对对对的。臭的东西哦。臭的。来哦，准备，化粪池，电池，汤池，汤池。好笑！一个会皮疹，一个会瞎叫。这也要送医院哦。对呀。
直接冲进去了，直接冲进去了。小优跟曹雅文对不对？好难哦。还有一条命，还有一条命，还有一条命。张慧琪，丑一，算丑的，跨一半。张慧琪这样也算丑一啊？对啊，站好，来哦。错的。电池，超池，死鱼。香鱼都叫香鱼的，怎么叫？徐香某，哎呀，徐香某，徐香鹏带那个，徐香油，对呀，对呀，香鱼啊，好吃啊，他都叫香鱼，怎么还会臭味啊？但烂掉没有人吃，也是会臭。那叫烂鱼，那叫烂香鱼。不好意思，哇，水，好大力，两条命啊！哎，超有没有没说死好快，没有啦，你是又你这次没叫哎。嗯，好，因为我说他第一次，不敢叫，哈哈哈哈哈，好笑，难笑，啊，哈哈哈哈哈，吹他耳朵，哎，没叫哎，哎，好好帅，好了，来准备，两条命啊，好了，换题，下半身会用的东西，下半身会用的。下半身还是，比方说卫生棉、袜子、短裤、裤子、内裤啊，对不对？袜子、袜子啊，鞋子啊，下半身会用。下半身不是下半辈子啊，下半身，好不好？腰一下，腰一下，腰一下，准备棒啊，罗辑啊。张哦，第一，内裤、纸尿裤、马靴、马靴、马鞍鞍。马靴，你上半身在穿吗？我上半身穿马靴，你看，手穿马靴，马鞍鞍，两条命对不对 ？Out， 好难哦，耶，我还在，下半身用的马鞍、马斯利、蛙鞋、蛙鞋、重鞋、重鞋。他也比较有目标，我以为是很重的那种，不是重鞋，重机重机的鞋子是不是？就是那种道理啊，很重的鞋。对啊，外星人要穿那种，不管是太空太空人，没有人这样讲，就是重力靴。哇塞，那中鞋不都中空的鞋？好了，我想太多了。没得打不下，嗯，就打不下。阿罗嘞，你看，你看我打到我，一直打我，呸！小优前面一点，好，小优很强了，小优，看小优，来喽，你看他姿势，小优，蛙鞋，蛙鞋，重鞋，鞋拔，鞋拔，鞋带，鞋带，哎呦厉害哦，是不是？领带，领带，卫生棉，卫生棉，卫生局长，卫生局长，卫生棉条，棉条，站好，快快，卫生棉条。板条，板条，脚链，脚链，脚白笋，脚架，完了，空中三秒，空中三秒，三秒钟，三秒钟，脚架，哇，三秒，脚架，脚架是那个摄影机的脚架，我以为是那个脚受伤的脚架，脚受伤没有脚架，脚受伤没有脚架，相机的啦，对。相机的啦，脚受伤只会脚痛了，不会脚痛。哦，输了，搞错。哦，得啊得啊，好，小优获胜。好，太辛苦了。郑国胜来主持，来，一人一条命，来。王子，恭喜回合，一人一条命的机会，而且是我打哦。以下哪些是有翅膀的东西？翅膀，苍蝇，苍蝇，卫生棉有没有？当然没有。
卫生棉啊，这边我们算有，算有，我都有翅膀，为什么还有翅膀？有，哎，因为是宣传词啊，连广告都这么宣传，对，为什么就没有统一标准啊？有，卫生棉怎么会有？应该要真的翅膀，又真的翅膀，那不是假的，它那真的是翅膀，它没那翅膀的话，它会滑动啊，什么不稳啊？那飞机的翅膀呢？是啊，是啊，是翅膀，所以卫生棉也有翅膀啊。卫生棉可以飞上去吗？哦，那我知道，只要粘得好，人就会飞上去。感觉轻飘飘的感觉，真的真的很好，你看。好，来准备，所以算了哈。来，十，公鸡，公鸡有翅膀，母鸡也有，小鸡有，马莎鸡没有，飞机，飞盘。飞轮海，蝙蝠侠，有吧？有翅膀，你终于要救，好可怜的，亚文呐，你又怎么？你又怎么了？还有假摔，你为什么倒来倒去啊？爱漂亮，这单元就脱高跟鞋嘛，直接脱鞋子，他一挑他又都不稳，改表了，每一次都摔，每一次拼了啦，来了，我都给你穿了，来了，来了，那好 man 了，给你穿了，给你好 man 了，脚很臭啊，哎呦，差点醒不了，魔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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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逼，牛逼，哪些是有翅膀的东西？蝙蝠侠，蝙蝠侠到底有没有？蝙蝠侠有没有？没有，他只有披风没有翅膀。好好，来来，正式开始吧。说嘛，海梅，蝙蝠侠，哎，蝙蝠有，超人没有，没有，披风，蝴蝶没有，蝴蝶姐姐没有。放鸟，放鸟什么？小优很勇敢，小优抢钱的，抢钱的，这算抢钱的。大家冷静，你更冷静。笑，突然飞出来，他要过来，他要过来问清楚，你刚刚讲的是什么意思？穿鸟，找我有事情。找你理论，什么叫放鸟？大家冷静一排，你要怎么解释？这个女生放鸟就是放婚教的，对呀。来，给我放鸟是放婚教一种，对，我就想到放婚教。放婚教。那个嘛，三姐。翅膀的东西开始，烤小鸟，烤小鸟，烤小鸟。哎，等一下，烤小鸟，烤小鸟，为什么给等一下？为什么给等一下？小鸟有翅膀，你在 Q 导播吗？烤小鸟，小鸟还有翅膀，它还翅膀还在的，对，还在。哦，是这样。解释清楚啊！没有丑了，过来走。再等一下，好不好？来想一想，我眯的，我来。正式来。这个行为还不比徐奶奶上次恶劣。上次 B 他走出来，我跟你讲这个事情。他直接边走边理论，这也是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你们走出来之后，我跟你讲这个事情，懂不懂？啊，不可以。有翅膀的。有翅膀的东西，啄木鸟啊，对啊，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在那边？等一下，请问一下，有人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是啊。你为什么？你想了什么？因为我想要啄木鸟药局，它真的没有翅膀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药局去，来弹我吧。大力的哦。准备，有翅膀的东西，啄木鸟，哎，是有，找鸟票，哎，蜻蜓，竹蜻蜓，竹蜻蜓，想什么？竹蜻蜓有两个手打开，那是叶，那像直升机一样。
不是你。我要勾回来。相惜玉，来，苏毅，蜻蜓，哎，竹蜻蜓，哎，蟑螂，蟑螂有，海蟑螂，没有，海蟑螂没有，没有，海蟑螂没有，海蟑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海蟑螂没有翅膀，没有，哦，爬来爬去，对，爬了，谢谢，像三叶，去哪里？爬到窝底上面，去哪里？哇塞，哇塞。来喝水，喝水，玩香蕉船，哎，水上摩托车，骑摩托车，哎，修摩托车，哎，冰雕，沙雕，哈哈哈哈哈，有人在照相吗？我喜欢你的优雅，跟理所当然，哎呀，很棒，可爱。哦，五爷，好厉害！他们百变才能做的事情，冰雕。不是，他就要等他。我想，这点很绕，这点很绕。好像两个老人家，看你像不像沙子？关节炎。换题目。对呀，又慢。太亮。会亮的东西。会亮。什么东西会亮？灯啊。一定要它会亮。会亮哦。它会亮。来。现在 PK 了。星星。哦。哪一种星星？要来就星星也是有。我不要。星星不会亮。他说动物园的星星吗？来，就位总监。来。天上的星星。哎，跳啊！天上星星到底要不要亮？这个我刚有一点争议。就是，但是它就是亮的啊！哎，这个我书读太多，所以我会说来镜头。因为有一些物理跟那些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够了。好好哦。来，我看他再解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喂，天上的星星，哎，就这样变了，你们，你们在哪里？站好，好了，你才是北青乐团的吧？来，红毛星星，巨星。巨星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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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弦月，哦，满月，交响乐，灯泡，坏掉的灯泡，省电灯泡，普学亮，太明亮，荧光棒，荧光笔，不要跳的话，荧光笔我跳过来了，没事啊。不会亮啊！你那被电到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烦呐！你想太多了，书读太多。好了，耶！恭喜小众哥。冲冲冲！娱
抽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一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并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！天才冲冲冲！一起来冒险！